小心他们有刺客，所以他们绿宝石被包起来了。绿宝石被包起来了。对，因为我们也这样用他们。绿宝石是哪一个？最中间那一个。你要从下面挖了。哈基哈基有靠过来一点哦。小心哦。这好。小心。绿宝石你就挖黄金就好了。大迷路哎、欸哦！给我六个，给我六个黄金，给我六个黄金，给我六个黄金。现在我现在没有，不要边你后面跳边挖，后面两个哪里卡到？我有那个自动跳，后面有两个、啊。我这里还有，等我一下。这里好好玩啊！哎呦，你们玩得太开心了吧？我的天啊！哎呦，他们就收啊！你快点挖，你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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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，黄金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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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就持续捣乱，你们小心。我这里哇，妙！他们一定也会很乱。我们，你先给我，你先给我黄金，我现在直接冲过去挖。看到了，等一下，不要等一下，你去挖，你去挖。给你，给你，我丢地板。哎，有有有，再多一个。哇，好痛啊！魔法师，完了，我们那边也是了。双方都在用黑曜石，用黑曜石啊！我没有水啦，云月。你们那边多多保护，乱他们的黄金洞交给我，因为我现在隐形啊，我现形了，没关系啊。哎，来哦，来哦，保护一下洋洋啊！要要哎、欸、哦！繁星繁星繁星哇！繁星好猛哦！所以才叫你先挖黄金给我啊！太猛了，我们都还在乱藏。团团来呀！团团来呀！我们家也失守了。哎、欸，家里有人守，家里防守。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又去捞你，我稍微去把他们那里的水流都弄掉。嗯，要加速。中间有那个，哎，钻石好像还没。金抗石，对啊，哎，本季你的家里核心也可以放一堆。好。你很坏耶！开始放门。因为刚刚想烧我们的村民，哇、哦！烧到烧到烧到！我还有岩浆，可恶！他这个门战法，让我黑曜石魔法师失手，可恶！啊，这个石头，啊，这个这个，他在那个那个，哎呦，你挖金矿那里可以放很多的木门，这样子就放不出去了。小心小心，他的那个岩浆就放不出去了，可以参考一下。木门哦，对，他们就是做一堆木门。团团团团是，啊，来给我岩浆的。嗯，是啊，团团。嗯，哎，可是他不挖哎、欸。哦，我繁星六六六，我们现在是靠我繁星去挖。Nice 哦 ，Nice 哦 ，Nice 哦！我掉好多铁。我继续去乱他们挖绿宝石的小野。繁星好猛哦！哎，我放核心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一个人，他一个人。哦哦，好痛哦！本金怎么这么痛？加油加油！本金怎么这么痛？补刀九点伤害啊！哟，团团来呀！哎呦，小雨别来啊！我只是来捞捞岩浆而已。啊！他把我打到岩浆里，这个魔女！啊、哦，好乱哦！完蛋了，我要死掉了！啊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！你、欸、会不会搞得我们出不去啊？哎、欸，那个哈基又来，哈基又来了。有可能、欸、岩浆太多了。可是家里那主要也是团团 来放的，等一下可以再弄一弄。我需要垫脚石啊！有我会把一些捞走，他们接二连三来攻喽。你看是他们放的，他们放的。
啊，被烫死了！太可怕了。黄金那边可能比较难去支援哦，你们可能小心。陨月在我们家挖黄金跟绿宝啦。对，我都要过去了。啊！哇！我再去乱个几次，等一下就可以一起来挖挖。今天太混乱了。哎，张力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一场也不用守了哎、欸，就疯狂攻是不是？对，哎、欸，家里有、哦、家里三个箱，三个还是要对，你看，对，就是捣乱不用。好，哇，家里太多了，对啊，所以说这一场真的也不用、啊。那个杨，我们一起回手，杨回手，来了，哇。如何？有没有打？有没有想做？可以。本金，你在中间尽量多放一些僵尸，有没有？从中间就开始防守。那，应该我需要铁或黄金。我有这边，我在后面。好，波波，先防守，你怎么摔出去了？波波，铁，这里，波波防守，这里，地上，你用被清掉是不是？有好，有、嗯、我清掉。他们那个、啊。他们瞅右边，包起来了。没事，看错了。那就直接穿装。陨、欸、月。不然，而且我们核心这还是可以放一些防守的啊。哇，这要怎么过去啊？我觉得我需要桶水。我们核心附近可以用木头堆起来，他们也是这样，至少该有的防御还是要有。团团又来哦，我们这就团团又来哦，我们这核心就是裸露的。哎，有我隐形。对，我在打，对啊，我就说我们核心这是裸露的，大家可以先来把核心包覆一下。我怎么烧到了？你怎么烧起来？我们母宅。不是啊，你好了跟我说，我跟你一起冲。你说谁？你。我还在帮我们家防守啊，我们家完全超裸露。那我们这样盖的话，他们有可能会爬上来哦。嗯。所以上面等于是上面也要有人。有隐形，嗯，水被吃掉。喂 ，OK， 啊，你们防守要有水流。阿基迪对啊，对，所以我们那个上面也要站人，一个人站上，一个人在下。那你们也可以做个盾牌。哎呀，我打不到啊。就是我说的啊，哎、欸，陨月也来了，还有陨月，还有陨月。我的妈呀，这个，这有办法岩浆吗？这里岩浆不行。啊，你们上面一个，下面也一个。你看我铁都先还给你哦。啊你啊，对，一个。铁都先还给你。那个下面、啊，他直接裸露就来了，哈哈。哇靠！我被烧死了、啊。你们不要全都在上。然后，附近的岩浆也可以考虑弄掉一些，因为我没有召唤师啊。召唤师的优点就是僵尸，那你这样召唤师都被岩浆烧到了。大哥，我这边有点缺铁。杨有铁，杨有铁。那我这吃菠菜。本地又在后面。本就在后面，给你。反正我差不多快 OK 了。好，有人来了。家里有两个，哇，上面另外一个在哪？看不到。楼上。等一下，刚被缓了。反正我们也冲吧。下面还有。哇，这个隐形吗？哎呦。最后，我从下面。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哇！雨月来了。
欸，我在挖，我在挖。可是我的没有效率高，所以挖很慢。我也不是效率啊。你也没效率。嗯哼。你上面上面上面。我们可能要至少要金镐啦，金镐。我是用金镐啊。好，我是铁镐，我还没有黄金，我等一下再去弄。哇，要玩一下。他这个往上跌哦。陷阱啊！他继续往上跌。好几？哪里？对，上面上面上面要熟人哦。下面一个，上面一个，还有雪雪。反正我铁镐先跟你换金镐好不好？晚上我隐形，我先冲。哎呀，上面。感谢。上，你们听我说，上面的话，你们核心可以收，就是木头可以放两层，因为上面其实还蛮明显的。人呐、啊。那下面的话就是看怎么收吧。加油！他们都来了、啊，一定就是疯狂疯、哦、狂免洗的。对, 对、啊，他们就是一出复活就直接冲了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可不可以多一点人去。啊、nice， 小心眼睛。有、欸、我在挖，我在挖。那我继续挖金哦。好。我靠！只能几下而已。其实要挖到很多下比较困难啊，就是需要大量的人力。啊、波波，你要铁资源那个央有啊，央铁资源还有。没有，我要石头，我要石头。哦好。你想要石头铁是不是？守核心的话，尽量用木头，因为不知道呀。对，用他们是用镐子的。嗯。啊，天亮了。中路哈基来喽！哎呦，上面还可以哦。那个上面他们店那条路可以帮我放岩浆吗？放岩浆吗？对，在他们店的路上面放岩浆，要不然他一起冲过来很快。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边有人。哦，哦，你是道是不是？波波什么职业？啊，被打到。贵族。波波是贵族。哦，好。不然等下波波跟我们一起冲啊！波波负责打人，对啊，可以。波波，你再负责打人。我需要一个铁去换技能书啊！我技能书看不见。我有。那个铁样都有，铁样都有。Okay, 我有了。有了，我有放那个了，我放了。哦，那他就要来了，他就要来了。本机我是没有到一个那个了。对，他是不是现在开始在挖地底啊？他们有人开始在底下了、欸。哈基下去了，哈基下去了。下去。有，我干掉，我干掉，我干掉。我换到技能书了，要打可以打。好。那走打那个波波跟我走。我在中间啊、嗯。好。哈基上楼梯了。我们走这。哎、欸，家里哦，家里守一下哦，家里守一下哦。云月哦。哪个方向？没关系。我们这边直接走，你可以直接先呐喊了，波波。好、啊。有喊了。啊，可以。那你去乱他们。你怎么下来了？哇，我全部都喷了。没事。云月在狂放岩浆。欸，他刚才想烧村民，我没有斧头，没关系。哎呀，借挖一下小气鬼，我至少挖到一下，挖到几下，我等一下再做个斧头。那有没有三个铁？有，你在哪里？在下面。而且我们复活就等于可以看一下家里的状况。现在哈基又来了，哈基从上面，然后团团从左边，他发光，看到哈基已经到上面喽。嗯，他烧到了。我要三个铁，他烧到自己。哈基来，哈基来了。杰瑞在后面哦，杰瑞在后面哦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们家他们真的也是很棘手。下面哈基，下面哈基哦。哎呦，我听到挖掘声。这里。哇。掉下来了，那个掉到岩浆了，
楼上，楼上，楼上，楼上。哎，团团团团，有有有，哇！然后岩浆我都大部分都弄掉了，其实部分也是有帮忙的啊。可以三个铁吗？素怡，谢谢。有三个吗？感谢有。我再挖一点好了啦，好像。你看看看数量，看数量。哈基来了、哦。我现在只有22个。哈基音乐都过去了、哦。有有有。哎呦，他还放陷阱哦。音乐音乐。嗯。哎、欸，你们消死了吗？剁死了吗？金抗杀死了、哦。他被那个，对对对对。等下，这太可怕了。哎、欸，我身上有捡到一个金镐，有人要拿吗？哎、欸，我有金镐。二楼，团团二楼，团团二楼，团团二楼。阵营点名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。团团还在二楼，团团还在二楼。他下来，他下来，他下来。阵营点名，阵营点名，也有他们，哎、欸，我们还有一个人，谁、欸？我在复活。楼上，他是直接挖进去了，没有。对对对对对，上面还需要再堵哦，再堵多一点。那我放木门也是这种，好像不是很好，你再弄一下。可以了。哎、欸，下面有人，有。你的那个僵尸也可以用那个速度的，不管是铁还是铁啊。右边，右边有人哦，你们看一下啊。很难很。还有，但是我脚下面的话，哦，差一咪咪。音乐来了。我们可以啊，上面有一个、哦、本金，回头他进来了。死掉了，他进。哪里？用陷阱，我靠。你中陷阱是不是？对啊，中什么陷阱？中毒的。下个陷阱啊！嗯，你还可以吗？你还可以吗？你会死吗？那个附近有贵族的话 ，OK 啊，快挂！附近有人。哇！本机！怎么了？啊！你不可以死！我说好，波波的话就可以回血啊。嗯，我说好了要一起去看英语的。有我在挖。什么时候说好？怎么没有带上我？好像没有了，不管。有挖了很多下，哎呀，死了，没关系啊，金镐没了。等一下再拿。我这边还有一只。好。注意哦，繁星。中间哈记就一只而已，目前。哎、欸，阿基来了！欸、我怎么获得钻石？我的吧，我不知道。一点黄金。阿基在哪里？欸、我看到。给你钻，你给我稿子。等下，上面，你们可以吗？等，先打，哦，是。给你。BOSS 来喽！感谢。刚刚那酒不是满的哦。没关系。我待会再挖一点那个铁过来好了。左侧有人哦。左侧不好，真的不好攻的，不好守。哎、欸，他把那个突袭带来我们家吗？没有吧？哦，吓死我！你们差这样子对我们有利啊？对啊，对了，他们应该我们发光可以看一下，有一个人来喽。他进来了。上面，前面，哦、有千里迢迢，左后方。上面，哈基，音乐来了，音乐来了，不要被骗哦。那个突袭在中间，其实算是有点帮助他们的。没关系，我尽量跑。点嘞，晚上了，别再来了。啊，我的妈呀！说好结尾吧。洋洋，你怎么骚气？不要走出去！不要走出去！不要走出去！家里就是很危险，你们走出去很危险。白痴哦，那个牛。牛怎么了？撞到牛。帮他们防守了啦，那牛。我去买点食物、啊。哎呀，没骗到！啊，商店被关闭了。挖不到。呀。哎呦，好像也可以一下哦，至少一下。下，慢慢来哦。嗯。他们该在送头啦，我们。对，他进来了，对。可以哦。OK。
他们的那个我在上面，我在上面带怪来了。 OK OK OK， 你在上面，右边右边右边央，我需要一块铁。哎，楼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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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隐形的。没有，我在看。没有，他差点挖到。啊！怎么都带过来了，白痴哦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哇！哇！杨杨，我需要一块铁，你有吗？可以。一块就好，一块就好，谢谢。小心旁边的那个。我起来，好多。波波可以帮他。我的天哪，我们被扫家哦！我们在，他们在帮我们扫，他们在帮我们扫。他进来，他进来了。不晓得会不会被看到？里面在后面。这晚上哈基死，哈基杀了嘞、欸！家里可以吗？哈基还没死、喔。哈基后面，哈基后面，哈基还没死。哈基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在看。巧克力你在吗？我在看他。我在，楼上有人吗？我在他们家。好，我引他们，我引他们。啊！我还没到。可以三下，没关系。楼上啊，只能两下。我想说谁在射我？原来你。对。哦，这突袭哇！我看一下哦，对，外面都是突袭怪。好可怕！一堆土奇怪，白痴、欸！白痴、欸！土奇怪不见了，这个太难了。哦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我有捡到一个蛋蛋，我捡到一个。我有三，好像要天亮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哎、欸，你现身了！附近有一个，等一下，我们家刚刚有一个发光的啊！你有杰瑞？杰瑞是哪？小心啊！下面。哦你先冲吗？等一下，我没稿子了。好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很快就好。我在他们家左侧。啊，还没冲，因为他们那边有两个人。哦，我的天啊！等一下，我马上合铁镐。好，我直接投入进去没关系。哦，好。他们好像没看到。可能要挖一点金。哎呦，我也需要黄金啊。你用黄金做什么？哦，好、啊，你要不要过来？不是因为，哎呀，因为会守的，我怕泱泱一个人守不住。被我骗啦！我挖，团团在挖，团团右边，你们守，你们守，这里有一个，哎，啊，挖很多下，太巧了。我帮你挖黄金，我帮你挖黄金，我等巧克力，我帮你挖黄金，好。团团在那边，哎、欸，波波，你枪小心哦、喔！我水。那个，家里好像有一个人，是本机吗？哦，是，没事。不确定。OK。我的妈呀！好黑哦、喔！全部黑曜石。哦啊！这里还有哦、喔。本机你要几个？刚刚穿装的啊。啊。接下来是隐形。本机来，跟我拿。两个黄金就够，我又可以交换十多个僵尸了。好，你过来。有，我们的生命有开始赢了，他们再继续送。来，给你。会。这里我们这个挖都挖很多，又来了。肚子破洞不？哇不！哇，我饿死了。哎、欸，我饿死，白痴。白痴。先回来。啊，白痴。不用浇我水，我会饿死。你刚不用浇我水。欸小雨挖不到我，小雨，哈哈，小雨太矮了，小雨太矮了。哎、欸，我挖到金，粉团来了，有看到。我刚都应该还可以再挖一下，金镐没了。有人可以拿点食物吗？好饿啊，要挖点金，对不对？我给两个，感谢。还是我两个，因为我外面有红龙，有马铃薯，有马铃薯吃，红萝卜、马铃薯。谁要去挖铁的？我有两个铁，给他。反正有多的金镐吗？有。嗯、我这边还有多一把，刚刚掉了。好，再给你拿金镐。给你。所以，我刚刚真的是挖到爆哦。好，很努力哦。啊！我先用了隐形，我以为没，我以为还在 CD。怎么听到有人挖木头？我好了。用的是我刚刚用技能的样子。小飞，你在哪？我在中间，正在跑。好，哎，团、欸、团又来喽！我看你。好。烫到。已经过去了吗？我已经跑了一半了。我过来了，中央过桥了、哦，过桥了。我也过去了。我要烫死了！哇，这次我们选择一样的路径。哎，波波，你先挖点金好了。我跟那个本机守着。好，那我先挖一点铁，因为我没铁，我超穷。啊，这里！哇，他们把我后面的路
都铺好了，可恶！哎、欸，吓死我了！把你后面的路都铺好了，那是好事。对，吓死我了！啊，我又忘了。哎，阴阳我要一块铁，一块就好。好，本金啊，本金你上面掉那个僵尸尸体下来，好可怕！我去挖黄金哦，防守吗？我也准备吓到你去挖，现在他们应该不在。欸、女王峰中央，你们要打吗？你们中间有危险要讲，我要赶，我会赶。我觉得没人想打，不要打了吧。不打会耗费人力。对啊。OK OK， 那就跳过吧。哇，嗯，我们只剩下两个黄金是露出来的，好惨哦。他们准备来进攻了。OK。好，我这边隐形。自己揍我啦！你隐形哈，我来了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痛啊！啊，我被打到了，可恶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没了，我没了。你惹到人家了、哦？没看到，我没看到那个啊。我还会堵哎、欸，哦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没关系，300秒就是晚上了，接下来我都是隐形。我等一下这个工蜂改走其他路径。工蜂打得死吗？打得死，打得死，两刀吧。本机可以去拿，帮我拿点食物吗？我给你这个，再给你一个。我给你混沌植物，我现在中。好，那我今天去领。哎、欸，我复活 bug 哎、欸。楼上有僵尸在守着哈。楼上。你们要小心哦、喔！我还在挖黄金哦、喔。我比较怕隐形了。我刚重生没有重生，哎、欸、有了有了有了，哎呦吓死我了，但是一直被吓到，只剩下两个黄金可以挖，谢谢。你会剩下多少个？什么多少个？咱要换那个减少 CD 的哦，五个就可以了。对，五个。我那样你就5秒招一次了。有有，我们有四把金镐了，四把金镐。啊。哎呦，我团团这样打到，好猛啊！打到什么？打到我，我刚刚隐形，我直接被打回来。团团来哦，团团来哦，可以揍他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小心哦，你们小心哦。有有有，活下来，活下来。二楼有人哦。OK。哎，繁星。哎。我做马铃薯。做金镐，做金镐，做金镐，做很多金镐，文镐。我觉得我现在先等晚上好了。哎、欸，要金镐跟我拿哦。我小哥，我今天一点牛排，你要不拿着一点点？哎、欸，我金镐放那个铁矿洞。马铃薯吃不饱。金镐放铁矿洞好困难哦，居然要吃马铃薯。我的天哪，这个战图也太刺激了吧！就可怜呢。我们两队接下来应该是晚上了吧？400秒晚上吧？什么时候才晚上？快了吧？还没等那个冷血，我还是现行的。哇，我好饿哦，我剩一滴血。哇，直接喷装。他怎么那么高过动？是附近有人是不是？没有，他好像有时候突然爆冲，就心情很好吧。哦，中间团团。我刚刚也是被他吓到，结果他只是你要舔吗？你要舔吗？没有没有，好了好了，做东西而已。哎，团团来我们右侧看要不要打他？他会直接喷装。本机右侧哦，对对对，哦看到了，对对对，有贵族在旁边，会直接喷光，不要一堆出去哦，不要一堆，不要全冲哦，哎、哦欸、那个波辛苦了，我在旁边，有碎哦，喷哇，可以隐形了，你可以隐形了。哈基哦，还有哈基哦，哈基在后面哦。我在下面、哦。我刚看到有个附魔镐啊，看错了。哈基叠高高，哈基叠高高。上面麻烦你了。回家，不要跟着他走，不要跟他走，回家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先把多余的东西。巧克力，我隐形了。我是垃圾桶。没有，那是重要物资。看，好，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。那是团团身上的，你不要说团团不重要、哦。有隐形，有隐形在下面。好，你小心哦。他们好像也有刺客，对。好，下面是。哎，退掉。退了。阿基TNT，吓死我了。阿基TNT哦，那你们小心。TNT。对，他先卡在这边，你给我下来。好可怕。奇怪，你给我下来。
哪里啊？看我看到了。伯伯，你还可以吗？晕下去了，虚空吧，晕下去了，漂亮漂亮漂亮，两下，三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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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漂亮下去，交给你交给你，我挡我挡，你们没有死了死了死了，但很多下很多下，好，你刚刚怎么拿金镐啊？你没拿？我现在一把金镐，我那个镐没了。我刚看到云月蹲着，先把他打下去。漂亮，伯伯你还有吗？铁有什么？我有我有，我这边有二十个，先给你。哦，你反正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个 你拿着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，没有就算了。因为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。没有，那个剑矢是 bug， 对，那个死掉后就不见了。哎、欸，那个金镐是谁？洋洋吗？没有没有，金镐在这边。铁矿洞，铁矿洞。哦好。铁矿洞。刚刚家里谁到岩浆？我听到岩浆声。有我在旁边。团团哈基来了，团团哈基来了，团团又想炸。人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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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没啥，这没啥，在楼上。先手先手，哎哎，家里家里下面，楼上楼上楼上也有，楼下也有。哇，掉下来了。哎，你后面啊，本机本机。哪里楼上啦，哦，有人迷路了。小心小心小心。哎，那个波波金镐，哎，还有一个团团嘛。那个铁矿洞，铁矿洞里面。团团团团，好，团团团团去铁矿洞。好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试一下血量，你试一下血量。铁矿洞我有放那个牛排跟红萝卜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哇，你是偷偷喜欢我。巧克力，你要放技能跟我讲。好，我现在已经走到中间了。我在这边。啊，好好好，那我从左边。哇，你要挖的铁矿洞哦，铁矿洞。你看这个，这钻石板卡了。哈哈哈，钻石。不是，中间不能走。哎呀，我走不出去。啊，我隐形了，我隐形冲了。等一下，好，他们先看一下有没有出来啊？你刚现形，你刚现形一下，我看有没有办法。你刚现形了一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哇，保护，保护我哦，60秒，哇，很懂耶。哎，家里，小心他们冲过来，等一下他们冲过来，没关系，他们可能可以送头，我们就赚这一波头。对对对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烧！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我们捞岩浆桶就可以了。他进楼上，他进楼上。他拿着 TNT 哦。那家里们看一下哦，他进很烧自己。团团快死，团团快死，团团快死！他进在楼上，他进那个 TNT 会弄出来。啊！我来不及放那个，他进上面 TNT 哦。有。下面先走。雨月，大哥。雨月，哈基呢？哈基怎么不见了？哈基死了。雨月死。哈基是不是被本机的打死了？有，这样还 OK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会持续回血啊？这个是什么效果？那个贵族，不是，哦，靠近哈，对哈。对啊，所以我在旁边、啊。他们又三个人冲啊！他们又三个人冲。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个事情、啊，就是小知识，就是 TNT 在用那个红石砖爆的时候，如果把红石砖打掉会断吗？不会不会，他已经点燃就已经点燃了，已经点燃就是没有办法回缩。OK， 了解了解。哇，地震吃急到小心，上面有小雨，哈基。哎、欸，雨月下面，雨月下面，你们手下面有看到。两个手上，两个手下，我跟洋洋手下。团团，我们互相打不通啊！你还无敌啊？你怎么无敌那么久？地震，雨月死。地震，我看不到，好黑哦。而且还地震，这是哪里？哎、欸，我在挖。哇！地震很难挖。有小雨死了。有挖一下，有挖一下。别啊！还杀了团团，他们剩四个。决定挖。我把牛杀了。挖不了。团团，波波你不要送头，波波你没穿衣服，波波。波波，波波。好，我来了。波波，你回来，你回来。我回来了。他们要杀牛，对不对？你的存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啊！可以杀人，可以杀人，可以杀人！他们在杀你哦。万一他们现在……哦，剩三滴血，装还不够，剩三个人头。好晃，真的好晃哦！我的妈呀！我时间也太长了吧？对，因为牛牛还在。哇、哦，小雨！我的妈呀，真太久了。我想要把他们两个都打残，应该先杀一个，应该跟他互换的。波波，你可以叫一下吗？波波，那个，刚刚王师傅给你。哎呦，右边有一个哦，右边有一个。OK， 团团团团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。
团血，他刚刚被我打很惨，我去追他就好。嗯，你们守，我去追团团。他血应该没有。有，他们来了。家里有。团团，知道你没血啦，他们剩两个人。家里有。家里啊。再杀两个人就可以了。这里还是要守、哦。小雨往上走了，小雨走上面喽，上面注意。哎。无敌啦。阿基，确实。剩一个头，剩一个头，哈基在他们商人那边打哈基，哎、欸，哈基，哈基，好，哎呦，打到云月了，哦，我的妈呀，繁星你也在是不是？我在你旁边啊，太混乱了，对，哈基要放我就放到云月，对，然后从后面杀了云月这样，对，超好笑的。哇，这一场好累哦！刺激，真的刺激，真的太累了。我的天，这场太可怕了，这场太地图太小了、啊。嗯，对，然后上去，挖不够多，不然你看差十六分而已，能多挖几下就差不多，因为你这样子哇，哎，这场好刺激哦，好刺激哦，好累。这个地图有岩浆就会变成这样啦，真的，真的。可是其实我们一开始乱还好，反正是因为你们直接先屠戮，我们才发现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好像不能再乱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们是因为你们乱，是因为你们先乱，先放一堆，然后不是好啊，要放出去，你们一直骚扰矿工。我跟你讲，我身上那个时候全部都九个岩浆在那边放，你知道吗？怎么那么多岩浆？对啊，我就是要想要把你们家全部搞到混乱，搞得乱七八糟。对啊，冲了，其实对，真的。搞不好搞来搞去没有用，就是直接挖核心真的最快，对吧、啊？就是分两组嘛，一组人在弄，然后另一组人去挖，这样啊，就是这样。你看那个中间的岩浆核已经一堆，然后都没了。一边是变成黑曜石，一边是变成被捞走的样子。我的天哪！哎、欸，矿工超可怜。哇，不过其实你看你们挖核心也很多呢。对啊，我们是就中期开始就不行，中后期就不行。对，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开始在扫，因为一开始都没有在扫。一开始对啊，没有很那个。嗯，我们后来才那个防守布阵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对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是矿工哦，但是我都一直在外面啊、哦。我是矿工，我都在守家、哦。对啊，对，我们都选错职业了呢。就是你们不让我们挖矿，那我们挖矿。这里是刺客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欸、至少我们双方都只有一个刺客。那个是我。我开始想说，嗯，应该跟平常一样正常啊，不挖了。那时候你们疯狂挖，我们说不要再挖了，都不要挖了，全部放手就好了。对，我要不挖了，雨月那边还跳起来，气死了。等一下，我还附赠，我本季在上面放怪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在下面放怪。这一场召唤师真的很猛，对，召唤师很强。其实我们很多次屠戮都是僵尸把我们弄爆，真的假的？那个召唤师真的。